我们是神秘的运动训练组织，专门寻找最有潜力的运动选手。经过访谈以及秘密特训后，绝对能够让他们的功力大增，金牌拿不完。我们是王牌特训员。国家运动训练中心，我们来这里干嘛？我们要寻找可造之材，进行我们的秘密特训。啊，经过我们特训，这些选手能力可以极大化，就可以让他们金牌拿不完。没错，准备潜伏进去了吗 ？OK， 走走。等一下，这个建筑物这么宏伟，我们是要来这里考察什么啊？这里就是选手的食堂。食堂？你说一个餐厅搞这么宏伟？嗯，整栋都是餐厅。这很难想象哎，我以为，了不起就是像比较丰盛一点的自助餐便当店那种，就是可以有很多菜可以让你选。我想象中的是营养午餐那种一桶一桶菜，大概。我觉得五菜一汤大不了。对啊，进去考察吧。嗯，走走。太宽敞明亮了吧，很夸张哎，而且很干净，而且选项很多，是跟我们出国度假住的那种 villa 饭店吃的一样，汤就有五个耶，六种汤，鱼的、鸡的，米饭呢也有分白饭跟紫米饭，因为它的含的营养素不一样。对，这个是用来招待我们的吗？不是，哎，不是这个龙，这个看到这个其实很难控制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炒面就有点过分了。哇，这炒面里面还在加牡蛎，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专业的特训员，嗯，当然，要去了解选手的饮食也是很重要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必须亲自来尝试一下。我们要试菜。对，因为有的时候看起来好看，就吃起来不一定怎么样。没错没错，嗯，好不好？啊，随便挑。哇，这个虾子，这个虾子很不错。来，这个排骨好像是……哎，你不是那个？羽球王子，对呀、啊，王子维，王子维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怎么在这里？我也在这边训练，对，所以就来吃饭。对对啊，他在这里训练，他当然来这里吃饭。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？对，正好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，我觉得看起来，种类很多，而且色香味俱全的感觉。但这个就是你们平常每天吗？的正常的饮食。对，我们每天的饮食都是由我们专业的营养师会做安排，所以我们在肉类啊、菜类或者是一些基本的营养，他都会照顾我们。哇，开动了！时间一开放，我看大家已经迅速十几秒钟已经对80%已经快做满了。对啊，因为我们训练量比较大，所以很容易就会肚子饿，所以我们趁可以来吃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会想要赶来吃。你自己是期待的吗？对，我自己很期待，尤其是礼拜三有牛排跟意大利面。哦，他真的很强调牛排，很爱吃西餐。对，有牛排，还有意大利面。对，听说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外号，跟羽球王子非常跳痛。嗯，是什么？就是你家在北部，然后卖一个很好吃的东西。好吃的，嗯。
对，我们家在宁夏夜市卖胡椒饼。胡椒饼哇，这里是胡椒饼王子。那所以你对吃的应该也是很挑剔吧？很喜欢找美食吃，所以进来餐厅的时候就会特别看哪一样特别好吃，我可能就会加多一点。然后像我在练球准备来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菜单拿出来先看，我、哦、今天有什么，要赶快去。啊，我刚刚一进门的时候有看到有一台电视上面会写今天的早中晚餐的 menu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我想问子维，就那么多场比赛啊，你有没有哪一场印象最深刻？有，我在2017年在德国有一场印象特别深刻，我在那场打赢2016年的奥运冠军陈龙。啊，陈龙，有，我知道这个，因为那次其实我下场前我也没想过我会赢，嗯，对，然后结果那场表现的还不错，所以印象特别深刻。所以就是赢了自己很崇拜的选手，就是会记得那一刻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我觉得我就是从那一场之后开始变得不一样，因为开始更有自信。对。那之后还有再赢过成龙吗？有在，忘记哪一年在泰国的时候还有再赢过。还有再赢啊？你觉得自己还有什么想要再更精进的，然后想要再突破的事的目标？因为我们这次去比赛也看了很多其他选手的比赛嘛，我觉得技术方面还要再加强，就是一些球过去的质量或是变化性，我觉得这方面我们要再加强。哎，我很想问哦，因为运动员啊本身就很帅了。是，但他又长得帅，是不是很多困扰？没有，其实还好啦，因为我们几乎都在国训中心比较多嘛，所以、不要关枪、哦，外面的人接触也比较少。怎么可能？都没有接触。只是说，如果出了国训中心，那就很难说了。没有。对啊，但他们找我合照，我当然是很开心的。我现在看到运动员，就觉得看到偶像一样很开心，我想冲过去拍照。我想冲过去，冲过去拍照。好。我觉得他真的是个可造之材。我觉得刚刚经过我们的访谈之后，他就差那么一点。差哪一点？就是反正技术啊技巧我不知道，就差那么一点，差我们训练。那就他咯。就他。哎，紫薇，来一下。你愿意接受我们的特训吗？什么特训？答应了，答应了。走。啊！我跟你说啊 ，OK， 你那个杀球的时候还有发球的时好的，这里就是我们特训的场地了。嗯，今天特训呢，我们要打的是这个魁地奇球门。然后我们今天特别请上了一位教练，刘教练来帮我们发球。刘教练你好。刘教练好。那我先从这个看似最简单的看似，那我先开始好不好？好。差一点！啊，打到球框！差一点！几颗了？十颗了吗？我的天哪！加油！有啦，都在门口了。啊！半个都没进呢。啊，换我。好，你来试看看。好。哇！我踩线，我踩线。不能踩线啊！加油！真的蛮难的耶！差一点，最后一颗，
过大家也看到了，这个难度非常的高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紫薇，我们特训的主角，让他来试看看吧。对，好好练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我来试试。你，哎呦，哎呦，差两寸。看来底球就进哦。哎，还是两寸。第三球，射！哎，射！哎。我这样进啊！进了，第三球。这是看他这里，然后就哎、欸、就进了。第三球，三球就进了。所以接下来下一关喽。来第二关的第一球，上。啊，哎，是不是进？第二球，第二球，来差一点。第三球。哎、欸，进了，还是三球。这三球怎么就进了？这是很远呢，又那么高，我怀疑我们这特训是不是有点简单了？擦边而进。不管，我们还有最难的。我们有一关大魔王。有看到了，在地上。哦，这很难哦。好，我加油。来第三关的第一球，好，来杀球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哎，很近。第二球，拜托。第三球，哎，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，再低。第四球，哎，差一点了，无影花，没有的，没有。第五球。第七球，真的有为难到他吧？到第七球，哎，孔这么小，还可以这样子打，真的是不合理才是训练啊！所以我相信，经过我们今天的特训之后，我们的紫薇整个击球的功力应该是提升了200%了吧？对，觉得今天的特训有帮助吗？有，帮助非常大。